10月21日晚，杨幂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分享与猫咪一起睡觉的照片，并配文自砍道：“被阿黑黑封印。”照片中，杨幂躺在沙发上，一头柔顺的长发披散开来，而一身黑色的猫咪慵懒地抱住杨幂的手臂，安逸地享受主人的宠溺，画面非常的和谐温馨。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：“又是忍不如猫系列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”